有的时候你跟他们看他们哇，每次都破我梗呢。有时候太厉害，观众太厉害，百姓头很痛啊。对啊，我还没开始，他已经帮我讲到结束去了，对吧？左下黑掉，我们光的资金小组还正在赶工哦，所以那个对，等到补齐的时候，我们再秀好不好？我们北翼不需要诺夫克星哦。看来你今天才想要订阅啊？你的名字倒是蛮面熟的，倒是真的。对哦，不像是发言，我不知道在哪里看过你的名字。都等我问才讲哦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样也 OK 啊。等我问比较不会破梗。对啊，就干的，我没有问都直接破梗的那个比较头痛一点。对啊，真的啊，实况组最害怕的就是观众太厉害了。问题是我这一台的观众特别厉害。先秀 G8 什么意思啊？我就去秀 G8 logo， 没什么差、啊。因为那个地方有那个位置我会方便说，例如说剪片我可以在那边放东西啊。哎、欸，完全没跳，这个有意思。等一下，我应该没记错是所向木无功敌点几吧？干，我记忆力果然还算是不错哎、欸，这样有点头痛哎、欸。要叠出哎，各位！干，我真是佩服我自己耶，那这种技术真是啊，有点吓人呢。手下老木出武功哦。雕雕雕雕雕，不用龙科。欧啦欧啦欧啦 ，KO！ 因为新的队伍那倍率真的很高，我算过了，蔷薇队真的倍率很高、啊。对啊，这样主动卡牌包就大家鱼啊！哎，多管闲事啊！真的关卡有点多哎、欸，我都不晓得关卡知晓到怎么 key， 你知道吗？那 key 到脸都歪掉，因为之前想他们太辛苦，就想说就略过了，结果他们现在强迫人家一定要打才能打凯拉，我就有点吐血。两秒转，又随机转木，消木武功叠点起。欸，有人可以告诉我下一关要放走还是要留着、啊？下一关有一只什么凯拉的纯真？五十水好像没有遇到、欸，不确定哎、欸。五十水很简单啊 ，easy 啊，五十水超简单的，真的啊，没腐烂啊。重点是可不可以出到技能吧？我在猜，更不是五十水的问题，一听就知道关卡就是送分关的。哦，我打过了，哦，那就真的是送分关。我忘记了。
不行，那这样。我刚以为要更新的，纯正你一会儿要离开了，所以我要杀了他，还是放过他？因为像想说先问大家就比较快一点。哦，送妖精专属龙科 哦，那个打过，那打过，我想起来，你讲专属龙科，我就想起来了。啊，唔对，嘿嘿咧吼，啊妈妈咧吼，嘿嘿妈妈咧吼，我好怕咧吼。哇，等下要转出，哇，我好怕，哦啦哦啦。K.O. 哎，你没有欺负我啊？啊！一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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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长剧的观众比百姓还记得百姓打过什么关卡？我没再记得，说实在话，对啊。放过是隐藏关，是不是 ？OK OK。刚才什么神秘叫声，我也不知道哎，就好像不知道哪里听过。凯拉纯要放过的。每次心情不好，听我讲话就心情好。对啊，我喜欢带快乐跟开心给大家。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对啊，要么耍宝干嘛的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开心，感受上会很愉快啊。大家一起嘛，开开心心不是很好吗？对啊，干嘛有什么？他抚摸他哎、欸、的法师啊，你这个凯拉真是。要过来不顺，那绝对不可以离开我身边，明白了没有？哎、欸，跟我有点像哎、欸，他不是，他就是平板姓光啊，他叫我大队长哎、欸，还是小队长哎、欸。下周同一时间凯拉邂逅，应该是要吧？对，我现在打这个就是要打凯拉的、啊。又在泡妞，不是我好不好？是平板性光好不好？不是我。尾王空转哦，了解了解了解。英文叫做 Gamegi， 中文叫做给我记住，它叫做 Gamegi。我还是这边除一下技能哦，我觉得。对啊 ，GG 啊，刚发生什么事啊？哇操，好痛啊！哎、欸，你右下角转到哪里去啊？泡妞下场，就说不是我啊，是平板性光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他也不是泡妞啊，他在照顾他而已啊，对不对 ？OK 吧？强者照顾弱者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。
干这手转九康博，我是真的怀疑，干这是平板性吗？哦，攻击会增加是不是？哦，对，我有水鼠哎。录一下，录一下。哦，凯拉其他死因都不会是死在凯拉，是不是？哦，了解了解。他这个打隐藏是不是？凯拉跪倒。哦，我的腿的。当然是跟你去啊！我跟你去咯，很快就炸，嘻嘻，怎么一副好像很奸诈的感觉啊？来，让我看看，藤蔓，有在，有洛基在，你绝对不会有事。那如果不在了，干讲了什么话？照顾你家人快乐，他们享受快乐，只有你才能感到什么快乐。谢谢你，去吧，给你本星光。来，让叔叔看看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不要乱加剧情啊！哎，中间怎么多个钮啊？这样是怎样触发隐藏关卡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我这样是不是触发隐藏关卡？另外一个咧，两个都有